手靠着车窗，这位计程车司机竟然直接在车上敷起了面膜。这张被路过民众拍摄的照片，让大陆浙江这名计程车司机在网络上爆红。刚好自己皮肤有点那个疼痛嘛，烧裂，就有点裂了吧。那个大包都没怎么用，然后就跟弄了这个框框过敏的。司机表示自己因为熬夜开车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用面膜保养了，脸上长了斑点，觉得自己皮肤变差，所以才会在车上直接用起面膜。没想到就在开车去加油的途中被路过民众拍到，意外爆红。不过也是因为这张爆红的照片，让他被当地交警约谈。因为他这个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不可以，但是也是对道路交通安全。在这种安全隐患的话，警方表示，如果面膜脱落时司机视线被遮挡，还是有引发事故的危险，所以对这名司机处罚3天不能开车上路。消息一出，网友纷纷热议说：“爱美又没错，为什么要处罚他？”也有人建议司机干脆直接改行美容业，生意一定红火。这次小黄司机在车上敷脸奇葩行径，也让他在网络上爆红。记者万少安报道。